Ay. Come on, baby. Che robe?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。看一眼这一部，有人跟我说4分54秒的时候后面是啥？这我要跟你讲一下。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它安静。哦，你小声一点吗？安静哎。4分54秒的时候后面有东西在动。连续给我这么多次行不行？跟这一次连续给我三次，很像是一条狗走过去的。对，那个影片当天我在录专场的时候，的确是有一坨回来的东西。原本没有，可突然出现，这也是我后来发现，因为是单位还没有删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后面这个时候黑黑的嘛，都没有东西。然后之后画面这样移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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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移回来之后，我有白白的东西，再来。不知道跟你们说的那个狗走过去的有没有关，也是蛮奇怪的。第二个点呢，翠桃那部阿瑶在上面的时候不是有说他要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吗？对，很可怕的那个。有人跟我讲了一个事情，我那天晚上真的睡不好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教你们都看到我的广告就略过。5分32到5分33之间注意有女生说话，我真的蛮吓到的。带你们听听看，睡觉了，还有最后三个音。他录我们，对不对？就三个音，进来一点，听到进来一点，听见？你看什么？你看没有？等下有人讲话。重点就是刚好那个声音，阿瑶就你看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就是在这个 moment， 很扯哈、哦，我也觉得很扯。我现在在听一遍，我有点鸡皮疙瘩，不知道跟那个笑声是不是同一个。我原本有答应自己要再上去一次，可我不想了，我真的不想。还有一个点也很怪，我在树后面发现一颗，对，我希望它是红色的竹子。但是讲真的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这一段时间做录制下来，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次，至少我以我的微薄之力，真的录到了一些不明力量的声音吧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这三个点，讲真的，我不想要再去追查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每次去到那个地方回来之后，我都会失眠。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前一阵子气色不太好，那一阵我玩完笔仙那一段，或多或少都有差吧。可能真的就像盗墓者讲的，一个地方让你感觉磁场不对，太过危险，就不要去第二次，把这个当成一个最美好的旅程吧。如果想要知道那个地方的人，可以来私讯问我，是可以去爬山的。那今天进入我们的正题，我要带大家来看美国的恐怖惊悚片。你是关于一个 iPad， 准备好了吗？灯关掉，手机关掉，手机不要翻掉，灯关掉，盖上棉被，躺上床，好好的欣赏。因为我还没有看过，希望不会吓着我。Larry。在你旁边的窗户，他可以看到你。你是他的朋友吗？温泉健康度假之旅。转转转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Larry go， Larry go， 刺激的来了。呜、这个音效。他长得像那个好友护者那个 Sale。那超好笑，好安静，不要打扰你们观看。
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读到的那一段。白痴！哎，这做的还不错，有一点幽默感。然后他以为他自己误会了。大声的，不要啊！我等下心脏病发。不要啊 ！Larry no， 哭 Larry。因为这种小短片呢，他等下我去那边讲，然后再讲，奇怪。Oh my god， 笨兔子，该死的 Larry， 心脏跳得有点快。这种片就非常适合有碎片时间的人，想要享受一些那种恐怖的氛围，五分钟可以吓到你。他当然还有非常多的系列，那我就放在以下的说明栏。OK，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喜欢，谢谢老师网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Cool Larry。